国澳门赌王何鸿燊的女儿何超仪与老公陈子聪结婚后感情一直都很甜蜜，然陈子聪在2016年因病入院接受治疗，并且还一度告急，当时何超仪不希望老公病重的消息曝光，不料徐濠萦却意外流出陈子聪暴瘦脱发照片，导致两人的闺蜜情破裂。日前何超仪出席时尚活动时接受了媒体访问，坦言和徐濠萦很久没见了，随后他透过社群晒出了与徐濠萦的世纪合照，两人久违合体的画面立刻引起网友们的热议。在何超仪、徐濠萦以及冯德伦、吴康仁的合照中，可以看见两人虽然站在一起，但还保持着一些距离。反观何超仪与周文琪合照时，两人除了亲密的靠在一起，对方还嘟起嘴巴做事亲吻何超仪，让两张照片形成很大的对比。